叫黄小菊。我在白马从事采购这个职位，对，可以说公司的大大小小的采购，比如说大到仪器，小到一些文具，都是我这边在负责。我到白马已经三年了。有时候会觉得压力很大，因为仪器这方面比较精准，所以的话对采购的要求也比较高，所以的话有时候会觉得压力很大。但是很多时候就说有压力才有动力嘛，然后就很多同事啊，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，所以的话就在各方面都还比较好吧。我个人最大的变化就是说，在白马感觉工作起来不是，就是说不像别的公司那么枯燥无味吧。然后白马能够给每个员工展现自己的机会，有一个平台可以让自己成长。在这边工作开心吗？还开心啊。看我的笑容就知道。OK。 是的。